那今天看到这个东西，心里有很大的感动。这里头感动，就觉得说台湾的科技在配合环境的这个议题上啊，已经完完全全跟得上时代了。我觉得这样的努力要继续下去，因为这个努力事实上是让人家看台湾绝对可以办好它国际上该有的角色。那尤其今天看的这些发展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是出于爱心所有的一些举措，我觉得都值得鼓励。所以我希望贵公司在这方面的发展能够继续延续下去，要注意到有这个心才有勇去发展。